又一集海味特备啦。那么今天我 Zoe 和 Shop Hubby 就来到了这间位于法生的龙发海味食品，来探索他们的海味啦。那么如果你有稍微了解一下海味的行业的话呢，那么你就会知道他们其实是全马数一数二的海味批发商哦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去探索看他们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藏吧。 Let's go。好，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呢，就是龙发的第二代接班人 Lucas 啦。那么 Lucas 想问你一下呢，因为最近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去接手传统的行业嘛，那么你对于海味的前景又有什么看法？对，一开始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有点抗拒，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比较属于老人行业啦，就是很多海味都是属老人家买嘛，对，年轻人比较贪方便比较快的。然后但是我跟我父亲接触了之后，就是了解他是四十年的风风雨雨，然后各方面的挑战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龙发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品质，如果你品质能做到最好，然后价格合理，所以全部顾客群还是会 keep 着，不管你外面是电商啊还是实体店还是直播，只要他们，我只要提供我提批发那些好的资料给他们，顾客群还是会回来我们这一区。好，那么刚才呢，我一踏进龙发这家店面呢，我就觉得哇，他们的店真的是超大间的，然后卖很多东西耶。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呢，通常顾客来呢，他们会买什么东西啊？就通常我顾客都会买这种海参为主啊。海参我们有不同国家、不同产、不同的 size。还有不同的那个瓜地地啦，不同品种啊，然后大概有四十多种啊。哇，四十多种海参，很多种可以给他选了。哇哦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家品牌吗呢？我们自家品牌有，就是年货系列有这个梅花牌咯。梅花牌我们有梅花鱼漂、梅花牌鱼漂，还有梅花牌的这个柿饼，还有梅花牌的鲍鱼。然后梅花牌的这个鱼漂呢，主要是油炸的。但是我们没有什么臭鱼味道啦，因为我们主要是有多一道工序了，就是可以去掉那个油，多余的油。然后我们的鲍鱼有这个清汤的，还有一个红烧的，然后在各个市场都可以找到了，不管你就是全马都可以找到。哇，还有就是柿饼，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啊都可以吃，因为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就是会甜啊，就自然的甜，也不会长肥啊，然后适合大家吃啦。一家大小，然后还有就是年货记得选梅花牌咯，谢谢。龙发海味，恭祝各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哇！